哎妈，彪咋的了？哎妈，彪咋的了彪啊？哎呀，哎这委屈的，来来坐这坐这坐这，快跟哥说说，咋回事啊？我吧，啊，我给我媳妇织个毛衣啊，领织小了，给她脖子勒上了。指甲给我按地上一顿削我！哎呀，彪啊，没看出来你还会织毛衣呢。啊，我以前织的平针，这花针是新学的。来，彪，你先把毛衣放下啊！不是哥笑话你，你这织毛衣是男人干的活吗？啊，在家是不是没当过男人呢？来，哥家来啊，哥就给你打个样，行不行？什么叫做真男人？出去！干啥呀？我兄弟小彪来，没看着吗？啊，小彪来了，跟谁俩呢？家来人不表示吗？鞠躬，嫂子好。彪，你坐也没让你鞠啊，让他鞠。安排你的活办没完？啥事儿啊？卫生间瓷砖抠回来擦干净再镶呢，这事儿办没办？我马上就去办。什么叫马上就去办？没办就是没办的。立正，收拾，立正。哥，这力度行不行？啊哈！炮轰，走，一二一二一二。哇，带跑的撞了。哎，哥在家都这么玩，风度。妈哥啊，你真爷们。必须的。军事化训练，这都是皮毛啊！啊，兄弟，彪来了啊！饿了，限你四分钟之内必须做好八菜一汤。兄弟爱吃饺子哈，再来盘饺子，听到没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快跑起来！快，时间已经过去30秒了。就你这么快，快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哥呀，嗯，嫂子四分钟能做完吗？你在咱家又管那个吗？咱哥俩想吃，他就得做，什么做完做完做就得快。哥，那啥，我不吃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治好了，给我媳妇试。不是怎么的？你试完了，你媳妇还削你啊？回去啊！啊呵！哎呦我，要不要你就这能耐吧？哎呀妈呀，还给媳妇试，他又给媳妇试试。脸的，刚才有点过了哈、哦，哎，别坐，热乎了，媳妇，太讲究，太给面了啊、哦，太给面了，别生气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求等一下啊、哦，你妈呀，这线球咕噜出去了，媳妇媳妇，这毛裤啊，马上就撕口啊，就按你大腿型撕的。爱谁谁呀、啊，绝对勒不着你啊、哦！媳妇放心吧。啊哈！啊哈！啊！你还跟我俩说媳妇吗你？不是我的，大兄弟，你哥呀，他这不是怕媳妇儿，两口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包容。你哥呀，这是爱我，是不是感人？太感人了，又知错了。